8月24日，天气晴。大衣柜是我的秘密基地，每次叔叔阿姨来的时候，爸爸妈妈都会叫我去打招呼。但是我觉得陪客人聊天好麻烦，我不喜欢被问那些问题，也不知道要讲什么，所以我都躲起来等他们走掉。在衣柜里面，我可以小声唱歌，可是没有人在听，所以我都乱唱。我觉得在衣柜里，我唱得比在台上还好听。要是比赛都搬在衣柜里就好了，这样就不会在大舞台上发抖，也没有人会在台下用力盯着我。邀请到的特别来宾是好久不见的玉女歌手巩俐芳小姐。
玉芳，恭喜你要复出了。是啊，谢谢刘大哥。国民女星回来了，这可真是个大消息。我相信听众朋友们一定都非常的开心，大家都非常的想你。不过同时，应该也都跟我一样很好奇，究竟是什么原因让你决定继续回来拍戏的？还是有太多难以割舍的事吧，一言难尽。你先生难道没有对这件事表达什么意见吗？岂止有意见啊，根本大发雷霆。我想他最在乎的就是他那张伯伯的面子吧。这么说会不会有一点太苛刻了？苛刻。我努力让这个家还有家的样子，他呢，整天包红包给那个老师，花大钱去买那些怪东西，到处烧香，到处贴符，把家里弄得越来越邪门，还说我被不好的东西附上了，要我去向观音忏悔。你能想象吗？被自己的丈夫当成妖魔鬼怪。美心从小就爱黏着爸爸，父女俩三天两头就往老师那边跑，我根本没办法，所以我决定这次演出之后，我要带着一家子离开那里，去一个平静点、单纯点的地方。杜风雨，我好怀念我们一家人简单开心的日子。妈什么时候会回来？妈妈去哪里了？我真的好想妈妈哦。
我女儿才不是神经病。喂，杜先生，我是何老师。我听说了，美心这次真的有这么严重吗？你别慌，赶快带来给我看。我们请示慈姑观音，求求看有没有解。不要担心，照我说的做，上一次治好了，这一次一定也可以。善男杜风雨在此，为爱女杜美心请命。爱女受恶煞侵扰，魂不附体，恭请慈姑观音大师治煞收魂。杜先生，你有没有看到什么？有看到烛火吗？那是美心的元神。烛火怎么样？火在闪烁，代表他现在魂不附体。还有看到什么？有看到眉心吗？那你要找，看有没有你女儿的痕迹，看有没有可以通行的地方。慈姑观音会引你门路。有光就跟着光走，有看到什么就讲出来，看看有没有美心留下的东西。你看到什么？纸船，船是不是飘在水上？水是慈姑观音在引路，跟着我念。水能通灵，船为摆渡，恭请慈姑观音引路。现在呢，放水灯的河流有没有可以通行的地方？河上有沙洲，沙洲是慈姑观音的化身，她要当你的路，你走过去。有没有看到特别的地方？我看到一座桥，那很接近冥府了。留意脚步，继续跟着光。不要管桥下的人，他们在受自己的业火。恭迎慈姑观音。
入室遴选四方，恭迎慈姑观音。杜先生，这是地狱惩罚罪人的地方，这边和你没有关系，不要碰任何东西，赶快走过去。别担心，你女儿不在这里。他们生前都是罪人，不用同情，你只要看好自己的脚步。不要停下来，继续走。想见到慈姑观音，要先内观自己，你要走进自己的心。这边看到的就是你的内心，你要找到往上走的路，这条路会带你走到内心深处。那边有你的元成功，你的元神就在里面。等一下，你要用元神去感应慈姑观音。看到门了吗？进了门之后就要靠你自己，不管听到什么都不要理他。有什么事情就念慈姑观音的心咒。哎，杜风雨，看这里，是我啊。几年不见都不记得我了吗？你还记得那朵花吗？我种的那朵。那女孩好喜欢那朵花，天天盯着它看。每次掉了一片花瓣，他就拔自己的指甲去重新完美它。花黄了，枯了，他就拿自己的血来浇，终于让小花开花结果。他就是那么宝贝它。可是我告诉你，小花终究是小花。结了果以后，它承受不了重量，终于还是被压死。很遗憾吧？但我们都是作者，不是吗？现在还有机会救它，去吧，就在前面，去挽回你的希望。爸爸，我们一起出去玩，爸爸，我想要出去。
险四方。陆先生，你的坚壁驱除了那些魔障，现在慈姑观音亲自显身，美心的魂就在这里，你要诚心对慈姑观音发愿，来帮助你的女儿。受因果业所困，心神蒙蔽，此赴杜风雨发愿，愿现我光明，化爱女心头阴霾。接下来是最后的祈愿，从哪里开始的，就回到那里作结。
现在算是完成了。最后诚心的叩拜慈姑观音，只要慈姑观音感应到了，一切就会圆满。慈姑。